为何停步？师父，匆匆错了。错在哪里？我不该每日贪玩，所以练功。匆匆，你可要记得，天元轮回为何存在？主席师父就讲，天元轮回存在是龙虎天师爱阮重视对未来弟子的培养，以回正应自身的强大。那就丢掉一切，你成了青松宗主，可愿将一心所好，团意修行？这是当然啊！记得初衷，那里又为何伤心？因为输了，我就变成亲像西方前辈迄样的失败者。你认为伊是失败者？是丹阳书记讲伊是失败者，而且伊确实过了真无好。再如何无好，不要一名优秀的囡仔，要两名尊敬的师弟。是。你看到的只是一个面相，你非是西方怀桥本人？又怎地得到了什么？失去了什么？是匆匆，唔知影。你唔知，丹阳也唔知，那恁如何判断？西风怀桥就是失败者，你应该怀失志，以天机都为逼不足尽其书。那是西风怀桥选择的道路，不是匆匆所选的道路。但我与伊一样，拢在天元轮回上失败了。为师与天元轮回失之交臂，不也成了青松宗主？更何况一个人的成败，岂是片面明定？师父，你真正无感觉匆匆错了？可是我害青松失去了身份的位置，丹阳书记与众师兄弟拢真生气。你认为天书留下天元轮回制度，是为了让世宗争夺神君，也是希望多些幸福？我无熟悉天书，但大家拢拜伊，就一定是好的。我想，应该是希望多些幸福吧。世上无绝对完善的制度，初衷良好。方法不对，就会导致歹结果。错的是人，非是初衷，以初衷总是备受考验。匆匆不明白，你只有十二岁，一生漫长，失了天元轮回。若仍然惦记天元轮回初衷，好好培养新老之人，又有何错？师父，我修炼武功，教我好吗？与往常一样，若你无想念，为师袂勉强你。我嘛想像师父一样，往后培养青松的弟子，这次我一定会好好练。我相信你做得到。
金熊吧。